即马咱下面阁看哈，因为即个经文吼，内底有即句话就讲增长智慧。啊，所以咱头仔讲的迄个智慧要聚焦由多闻思维啊，甲修学。那么下面即句叫做成就辩才。伫头前三页吼，四页会买啊抓。即马即个经文就是即两句，咱即马讲辩才吼，咱即马来讲叫谈多遐哈。这个辩才对对来呢，就是由讲学道文来。所以咱今佛经来看侪吼，因为咱搁凡夫，唯有由佛经来去深造。深造你若记有都好势，记了有条。把只你个讲经说了，还是讲你含朋友在辩白在佛弟子，会好听。那么你会当引经典的话出来，你个引就引真侪啊。这印足侪通个印，那么即个就讲学道文，啊，甲智慧开发出来哦，吼、哦，不但了解佛法的真实意义，安怎有的是讲袂对啦哈，啊，搁再甲注意讲者，迄、那个佛经内底个文句哈、哦，文句无一定干那迄个句义尔，毋是干那句义尔，有时阵文外有义，有时阵文内有义安尼。迄、那个文章的外口，有时阵你搁较属于迄个字无同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是啥呢？由即个了解好了了，即较明白真实字。但是明白真实字，咱当然爱修啊，修就会当成熟家己，互咱家己到达个真实的境界安尼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真实的境界，就讲第一点叫做正知见见，有一个正确的修为，即、這个叫做真实境界。但有一天你若会当现身说法，说法度众生呢，这个较叫做真实境界。因为大乘菩萨道吼，迄、那个慈悲心一定要显露，慈悲心显露，就爱教育众生，互伊将来会当成佛安尼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真实的境界安尼哈。那么安尼甚至呢，有那这段中间就会当成就无碍的辩才，因为菩萨行吼要度。迄、那个水准无同个众生，甚物款个人拢会当甲度安尼，但是你一定爱有辩才无碍，即个是第一个先决条件。你如果人来甲你问一寡话，啊，你应袂出来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无对安尼，因为安尼你会耽误着别人。就是本身嘛，那家己会想，哎呦，我想要应袂出来，我因为我境界无够，吼、哦，啊，那境界有够，应该就应会出来。但是袂使我白讲讲真啊，讲会人笑，像我坦率讲安尼，袂使我白讲真，安了解哦。因为你我白讲会害人，佮会闹笑话。啊，佮再来哦，因为辩才非常重要，因为菩萨发心将自觉觉他，这是重要，是要觉他辩才较会当觉他安尼。那无辩才袂当觉他，比如讲今仔日无辩才，你家己都讲袂啥详细吼，当然人听了也袂入心啦，安听好无？听了有哪袂入心？所以菩萨要度众生有辩才，较会当吼为他解惑啦。即惑叫做烦恼哈，无明。比如讲众生因为迷惑，开来造业对了。有时阵唔对的当作对的，有时阵对的甲当作唔对的，即个叫做惑。但是要度众生，一定爱甲突破即个迷定，吼啊，甲互伊净除烦恼。所以即个一定爱有辩才哈。所以若无的话咧，吼。你要用什么来引导众生？我看应该恁听有。今仔日，阮爱学如来正法，阮爱研究大藏经。但是，所以阮那最好阮那会当来研究哈。啊，那如果大藏经袂当研究，所以恁得请妙云集登来看。妙云集恁敢知啊？印顺道师著作的，迄套叫做《小藏经》，吼。啊，所以今仔日你若是讲无多研究的话，你特别通教人。啊，不过这个吼，先得法的，可是我，我反正听无，我研究我得法，啊，我有得法，我才会当说法安尼。你知无？我先得法啦，所以我才一本拢在讲吼，啊，我就会当得法。啊，所以恁一定爱来研究，若是无多，你告诉讲妙分就袂当看，咱都有脑杜作几大本啦吼，《心经》啦吼，《金刚经》啦吼。这本八大经角经啦，吼、哦，即咱也拄作几啊本，那么恁就伫遐请倒来看安尼，请来看，吼、哦，安怎样一定爱请来看，有时间就看，啊，若无就请录音带来去听安尼，
录音带就请在大乘的经教来听，心经嘛有，金刚经嘛有，拢请来听。安了解，所以一定爱多闻啦哈，多闻较会使一咯。吼、哦，多闻较会当来为他解惑，不那无话呢，袂当用什么物件来度众生，所以买什么叫做叫众生安怎样弃妄归真呢？无可能啊！所以今仔日若是要甲众生教育，哎，以正理教育，甲因除妄，妄的烦恼，吼、哦。希望哦，啊，较会当归入这个如来正法的，因为即马邪思邪教真大堆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要安怎样解解破？譬如神道，你若要要甲突破吼，我你讲，迄神道到尾足麻烦的，连迄神道都悲哀哦，你也知影，迄神将来足悲哀哦，安听吼、哦，你太动物甲拜，迄、那个神道要负责任嘛呢？你敢知影？太动物甲拜神哦，迄、那个神道要负责任嘛？恁可能唔知道，啊，所以有人讲讲，拢用动物的肉去拜神吼，迄种唔对，迄就是迷惘啦哈。来，辩才唔是滔滔不绝咯，滔滔不绝讲讲未煞啦，吼、哦，嘛唔是信口开，唔是讲想到就讲安尼，未使安尼讲啦。有一挂人是哩哩啦啦啦，嘴啊飞飞吼，有无？咁就即句话，想到就讲，我别讲，吼、哦，来我再讲一块心事嘅安尼吼。一个台湾人去美国留学。即嘛，咱他们唔是讲美国来留学嘅，吼，即外国台湾人去美国留学，啊，已经毕业也要转来，伊一挂美国学生啊，美国学生啊，就即嘛加上来到机场，啊，即唔得讲买大家买消息吼，唔得讲一挂好话安尼。那么其中一个爱踢嘅啦，讲白华人送黑华人，我管你听有无？因为美国人迄个白头毛嘅。台湾人是个乌头毛，会通个未？未通啦！迄白头毛个送乌头毛，讲老爸老母送囝上山头的意思呢？对不对？安尼对不对？是大人是已经老啊白头毛啊，啊囝是少年的先死，啊是大人送伊送囝，叫做白华人送黑华人，啊但是因为伊都学即句咧。迄个美国都学即句，所以甲送到吉林，甲讲白头毛送乌头毛，迄叫做信口开河啦，安听好无？啊，不过即摆去讲话，人乱七八糟，乌白讲讲，无负责任嘛，真济呢。了解吼？但是副地主袂使哦，你也知影无？副地主即款个叫做机语呢，就是无正经、无实际、无意义个话，即个叫做机语啊。听好无，咱袂使后壁讲呢。幽默可以，但是不要过分。好，副地主嘛是一挂生活调节哈，调节一下。有那几句啊幽默的话不要紧，但是唔能过分咯、哦。过分的副地主就叫做无才啊啦。听好无，无才。我若搁再继续搁再加音的话，我嘛爱讲啊真重些啦。后壁讲嘛袂使哈，所以这个叫做袂使信口开河哦，讲经袂使信口开河。搁再来，有时阵话讲了伤多。不但袂当得到别人夸你欢喜，甚至呢，有那会予人感觉讨厌，会袂？咱三五个人计讲话啦，啊，一个人不是占你讲啦。诸位，你甲看，迄个人，人会欢迎个袂？袂欢迎。我咧讲，我甲恁教吼，那是有一寡病，副地主计讨论落来，恁点点啊听，听无？计恶怪，万家制作前讲个。但是你若讲，大家都讲了刷去，啊，迄个讨论中间也袂离开。讲无来，确实咧，我都学无偌久。咱就慧能祖师的捌字，伊讲讲唔捌字嘛吼。像我都无啥捌字，啊，我都听阮师有讲啥，我讲互恁两句，互恁做参考安尼。我你讲人对你真客气，因为你个话真客气哦，人对你也真客气。人慧能大师捌字啊，不过伊天天咧讲伊唔捌字哦，因为因老爸做官，袂当讲无甲教，因老母绝对有那捌字。佮再讲，因老爸死去了，伊去考察，一定有着名山有着祖师甲加持，无袂讲一句应无所住，以生其心，安尼金刚经讲，伊就听着。慧能捌字，真正捌字，但是伊真谦卑，讲伊唔捌字啊。所以咱原来说真高谦讲讲吼，讲啊，恁就安尼大家讨论，啊恁讲安尼吼，啊我讲一寡阮师教阮教的话，我讲互恁听两句啊，安尼人会甲你钦服。啊你唔通讲讲袂煞，规个。规个场面拢共占掉掉，无路用。
佛法中介讲的辩才啦吼，佛法中介讲的迄个辩才无碍，迄种菩萨都辩才无碍吼，就是由这个文殊修所得到的这个真实境界安尼。对哦，好哦，因咱人那是佛法有入手哦，那么你讲话就真落实；佛法那是无落实，讲话就真无对哦，哈、啊。所以迄个叫做真实境界。那么太虚大师是讲安尼啦，哈。我咧讲太虚大师足有学问的哦，你敢知影？有够学问，有够好啊，辩才有够好诶。是安怎讲呢？因为我即卖去讲迄个人王和国破戒经吼，是根据太虚大师的注解来讲诶，因为我无闲通去写遐。所以我就根据迄本册来做。太乙大师的这个册吼，遮大通哦。吼、哦，我即马买到遐遮大通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得甲选这本《人王何国法界经》出来讲。吼、哦，所以这太乙大师是讲啊，由文所生慧而建立信心，由思所生慧而坚持戒禁戒，由修所生慧而定心性安尼。那么这句是去讲咧，由道文，有道文就有生文慧啦。这叫做所生慧。那么道文生文慧，咱对佛法就会建立到这个对三宝的信心安尼。吼、哦，啊你若是无多听哦，我跟你讲吼、哦，什么叫做三宝，你无一定了解哦。啊，无一定了解，即马一直乱翻嘛，所以真侪人去做是足侪非法的啊。啊，你只有一讲你讲啊，这个性无啥正确，啊，无爱信啊，佛法那乌白变，安尼你就变无信心。但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就是你无听入这个。正统的佛法的关系，哈、哦，那么来下面就讲，你若是搁在思维啦，譬如讲今仔日听完了，你搁在起想，还是你等下搁在看这本册，会使刻等一下，注意这本册会使刻等个不要紧，刻等个你即马在看看，啊在想，吼、哦，这句在啥，这句啥，这句啥呢？吼、哦，啊是讲用听听了，宁静来就出录音带，你要听爱塞进，吼、哦，安尼由这个书。会成就种叫做思维安尼，所以我即马甲大家讲一下吼，咱若有个思维哦，人即儒家内底有讲两句话，第一叫做举一反三，听一句话相关的道理三项会浮起来，安尼就是有思维哦。但是即个言言还佫较难搞，言言讲伊文的知识，听到一项法语伊会当知影十项的道理安尼，迄个叫做思维出来嘛。你若是讲等于搁在看相关的道理，我乃当应用出来，安听好无？那么这个来，伊卡讲由思所生慧，但是爱严持戒律咯。本来咱人类吼，大多数拢唔知虾米叫做戒，虾米叫做一定爱修戒，虾米叫做道德，虾米叫做非道德嘛。但是佛陀甲咱讲的戒就是道德，但是咱因为听，咱就了解，了解爱实在来去严守禁戒，比如讲咱注意。阮是一定爱严守较对呢，严守较这个个在这个菩萨界啦吼，菩萨三珠界、念如意界、念善法界、念众生界，这个是阮的标准哦，就是无恶而不修，无善而不作，无一众生而不堕呢。安听吼、哦，一定爱堕无量众生，这是阮的基本界。但是呢，这个善法阮一定爱修啊完本，恶法一定爱净除，这个叫做菩萨三珠界。这是阮的究竟界啦，但是咱大家咧，第一，你若是一定爱固着先固着五界，五界固着了去受在家菩萨界，只有六等界甲二十八天界应该爱受，因为佛陀甲咱讲界行，迄、那个界的德行就是要互咱卖个造业堕落安尼，叫做界行，爱听无？所以唔通糊里糊涂，哪袂哪唔袂使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进来点讲讲。由思所生慧，爱严持戒律啦。因为无严持戒律吼，咱别只袂解脱啦。你爱知影？对哦，好哦。因为这个戒吼，相反，就是这个个恶啊。我你讲哦，为什么会生治傲癌？钓鱼的人会生傲癌嘛？你知无？你要相信无？钓鱼啊，别只气嘴啊。迄报应就是安尼呢。你要爱相信啊！因果就安对他就安尼啊，钓鱼也安尼啊，系啊，会生傲感嘛，嘴会发炎嘛，有个人就随落去海下就落炎，落去炎，伊海浪啊报倒啊嘛。恁大家知影，这家人这都不是有诶啊，迄个报嘛，迄规定，迄个海龟就甲掠落炎嘛。所以今仔佛弟子吼，
杀生拢未杀，就第一条。吼、哦，盗偷啦、邪淫啦、妄语啦，吼、哦，这五戒这六戒要辅助起来。吼、哦，安尼就爱修改，因为咱过去唔捌啦，唔捌就当做去啊，吼，就忏悔。啊，即马就开始捌啦，捌啦，爱修改哈。来，由修所成慧，二定心相。即马咱由戒二定，定二慧安尼吼，吼、哦，这就戒定慧啊，三无漏法的戒定慧。我是不是有讲到这些事情？有无？讲到未使杀生，那是杀生，你个修定修到真高真高超，把这我那是摩天，对不对？有无？有讲安尼有无？迄在楞严经内底佛陀甲阿难讲的呢？有哈？有看哈？对哦。啊，你如果你那是要个得偷吼，啊是邪淫啊，和你修禅定佫较高，我那是去摩天呢？对哇、哦，爱知影。所以这是佛陀甲咱。标准的基本戒啊，这是啥代志啊？咱在家的具足戒就是在家菩萨戒，叫做恁的具足戒。阮的具足戒最究竟原本就是出家的菩萨三段大戒菩萨段呢。阮一定袂使无注重戒啊，因为阮无注重戒，佛陀对这地主就无信心啊呢。吼、哦，什么有戒了，较无业障，甲咱牵缠，你的心较会定落。你个别来修机关、修禅定的定吼，较有可能定二号禅、智二号观呢。啊，无可能，因为迄个观就飞不出来呢。禅定的是先定，吼、哦，然后较禅，因为这个禅叫做思维啊，思维修甲静入。但是定那是无定，你静入迄个叫做妄想呢。你听有无？那是有定较起观照，迄、那个叫做机关呢。即个观照较有慧会生啦，有禅的思维较智慧会生，唔通准停顿在遮，安尼就不对啊。因为重要三步啦，学就是要开迄个心相，迄、那个叫定心相。因为慧开开我咱来自性心，因为是心是佛，迄、那个心相，迄、那个就是假讲，迄经典假讲是心是佛的呢。啊，甲是佛是心呢？啊，离心无别分呢？咱的自性分吼、哦，叫做自性弥陀呢，听好无？所以从迄个叫做有智慧开当定心相哦，对开悟自本性的意思呢。那无智慧，袂当开悟。在家是小相哦，因为。较早迄在家大定吼，在家技术大定，我咧做些开悟的呢。听无像迄个盲技术的开悟啊，盲技术的开悟啊，啊个即佛陀会讲迄个时阵，即维摩诘大师的开悟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在家技术啊。所以唔是在家技术都无法当开悟呢，会当呢。所以我有甲恁讲过，恁在家技术会当增加三个月呢。啊，以阿罗汉道来甲讲吼，会当增加三个月，即个阿那含个月呢。吼、哦，你那是定心住甲念心住，你就会当证到三果呢。吼、哦，所以重要是安怎，咱一定爱开悟。所以迄句要修，爱落实来修啊，唔通讲听听都要修吼。伊讲啊，都较慢嘞，较慢。我咧讲，生命袂等人，爱当下，安怎样吼？一定爱当下哦，袂使拖刷子啦，拖刷那辜负福音啦，辜负做一节因殿哈，安怎样吼？所以今内底较讲。由修所成慧，二定心相。迄、那个定心相在开悟无生法印，证无生法啊。所以修法的人，如果自从这个身心安住在禅定中，心自然会感觉平安宁静，这是对。咱在定中内底吼，这身心感觉真快乐啦哈。但是心静，智慧较会开哦。听好无？啊，咱那是心真烦吼。我讲一句确实啦吼，伫佛寺内底出家人吼，那是干呐犯迄个事务吼。我咧讲，我那是真不对呢。啊，我即卖一个心真烦，犯大珠山吼，唔知当时要真正建设这个大殿啊呢。即卖心足烦，因为咱这个环境吼是多水灾嘛。啊，多水灾即卖就闹一个风吹草动，政府得阁严啊呢。所以我足烦的呀，听好无？不过我先也不安定了嘛，袂使啊。
大嶼山的建设我按十档啊，吼、哦，迄真庞大呢，你敢知影？迄设计来是真大，因为咱中国无一个大洲的道场，咱要甲起一个，迄空位是真舒适、真大呢。但你无还过，啊，毋过要还嘛袂，因为因缘还嘛吼，听好无？因缘还的。啊，所以下其实我真重要是要甲咱讲安尼哈，心若定，智慧才会开；心若无定，智慧袂开。譬如讲，恁大家若是还家庭，你代志放袂落，我甲你讲。有时受气就冤家，翁仔某冤家；有时互囡仔气到，就气到后尾流目屎，有诶无？就要摔头。因为迄囡仔甲咱糟蹋，会摔头呢。恁若饲到迄较好动诶囡仔，佫毋听话囡仔，我甲你讲，要哭无目屎。听无？啥抢劫、超商啦、飙车啦、杀人啦？恁若饲到迄个囡仔，你要安怎？诸位痛苦啊！你想讲食老尾黄，佫袂黄一啦呢？要用一个，要用一个啊！要哭吼，要讲安尼。不过业障啦哈，业障，所以你心要安静的对。逆境、顺境拢咱的因果，但是心看安静的对。但是要讲安静是无遐简单啦哈。有修学的人较会安静，无修学人袂安静。吼、哦，听好无？你毋知有时阵半暝吼，安尼想着一个代志，规暗拢免困啊，对不对？会安尼啊，我嘛是会安尼啊。啊，过日就无啥精神。哦、所以最下一句有修学有定境，迄、那个智慧较有开。即句话是计讲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智心静，智慧开，一切法较会当了了分明哦。我讲你听有无？什么叫做正法？什么叫做非正法？什么叫做邪妄法？什么叫做相思法？相思的亲像的意思，唔是佛法咯，但是亲像佛法，迄款都无对啊、哦。不过恁那是咱人无智慧看无嘛，出家人无智慧嘛看无啊。有时人的作物吼，迄款杜作啊，互你菩萨杜作起，改成叫要烧香，但是无烧香嘛。所以咱未使看人的注解，要看会使者，但是无一定逐句对哦。你家己若无较超我上，有时你找未出问题嘛，找不出伊到底伊讲了对啊唔对啊？亲像，但是亲像就不对啊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注解本吼、哦，是足济人用伊个个人意思来注解啊。安尼会耽误众生，所以注意个真。你智慧若开，迄个法对甲唔对，你一清二楚，这个叫做了了分明。那安尼你辩才自然生出来。啊，那无要叫你生辩才，那你是只有信口开河，乌白讲念嘛。吼、哦，所以真内底袂使乌白信口开河只啦，就爱智慧有生，较会当。对，若无生，你家己佛经看无，啊，你看一点点，你就安尼断章取义啊，将伊究竟害家己个害众生，下其实去净土，就是要过来娑婆世界度众生，安尼才会当完成佛道。唔是讲伫迄个所在，虽然迄个经典内底讲伫遐得到补处，但是一定爱搁在即个所在修大悲。迄、那个是地达到补处的境界，可是呢，迄、那个大慈悲心度众生。迄、那个工课还未做着，有那爱来苦海中，即个娑婆世界度众生。啊，咱不如都在遮嘛，何必着去啊？伊来来去见弥勒菩萨了，富量华三昧开发眼，正无生法印，就会当继续变现你本身一百个大千世界去无量心，就会当度众生。吼、哦，所以即个若是你两边的经典看好，你将来变哪敢讲，随在你去讲，拢会真如法，即个较重要哈。那么这个辩才若生啦吼，讲话就会当引人入胜，咱会听落啊。哦，啊你若现在讲讲是差不多一挂唔捌的人甲你听呢，爱听到到尾人就感觉无味啊，就无人要听，迄收视率就作低啊啦。听好无？就无人要听咧。吼、哦，那么因为内心来当安静哦，自然就巧妙的才思啦。因为你内心安静了，你要安怎样思维吼，所以你真方便，安怎样吼？啊，才会当流露出优美的这个个思作，思作就讲思故安尼。有个人你甲想看嘛，有文学的人就文学的话讲话嘛吼，啊，若无文学的人是比较较粗鲁。迄、那个有文学的人讲话，拢会引着这个文学的这个思作出来讲。啊，若无文学的是讲一寡粗俗话，安尼是伊尔，吼、哦，安尼袂使只。
所以今仔日无论是应机说法，同应众生的机，因为众生的机有离根、有顿根呢，吼、哦，或者是讲方便的言辞哦，一定爱有辩才的成就，才会当做甲应机说教安尼，才会当实际的方法利益群生，那无袂当，总是袂使乌白凊彩讲讲，讲讲了之后吼，家己爱拔嘴皮，听好无？我甲你讲吼，真正袂使哦，听好无？咱去上经要回向，迄个经句嘛袂使唔对呢，那唔对就功德打折啦呢。啊，佛陀甲咱讲读诵吼，伊是要引咱去明白经义哦，唔是要叫咱准停顿到读诵哦，唔对哦，就是要予咱明白经义，排只通来度众生哦。你是世人拢上经都无对哦，迄佛祖会甲你拍下声，我来讲真正，讲你断章取义，干那要上经要怎啊？吼、哦，一定爱上来读诵。相就是要净化心地，托就是要辨别经义，通去修持为人解说。听无？迄人讲到真圆满啦。佛祖就讲，重要你来修持，啊，甲为众生解说。吼、哦，但是众生解说你有辩才啊，啊，袂使讲讲唔对去。吼、哦，那么下面，即句叫做教化一切，以摄以大奥。吼、哦，现在讲大乐安尼吼。教化一切，就讲菩萨教化众生的这个目的，请注意这点哈。教化众生的这个目的呢，就是要让众生同样会当来开发智慧安尼，安知影无？但是这个倘若让众生个个会当远离无耻邪见安尼，因为众生那是无耻的对乐啦，啊那是有邪见是会落魔天啦，这是真严重的代志哈。无耻的作业，因为唔知好歹嘛，所以我之前有甲咱讲过，一般的众生吼，大概迄个无耻的情形吼，是无分别地啦哈。众生哦，一般的众生吼，是无分别地。一般众生是安尼，什么对，什么唔对。什么应该，什么不应该，唔捌啦。注意，咱过去有哪合理合道啦？我讲实在啦，做生意合道，啊，食头路合道，做官嘛合道嘛哈。我讲，恁家己唔敢甲我讲，我绝对无唔对啦。什么人敢讲安尼？也是我讲嘛，大唔对，小唔对，拢有，迄叫做无分别地。但咱即摆直直听经，直直听经，就变有分别地啊！即摆来吼，是非咱分明，该认什么对，该认什么唔对，咱慢慢就了解嘛。听吼，但是唔通直直听，那原在无分别地，安尼唔对哦，就是你听不入法咯。听无？你有分别地，你对，你就做；唔对，唔通做。哦，啊，即马到尾呢，到尾中迄个正无相缘，迄、那个叫做执无分别地。即马即个加字定哈，执无分别地哦。啊，就讲正有那好啦吼，无分别地。所以安怎叫做无分别？思想内底想啦吼，虽然有叫做个体。有叫做液体，物件有食物有动物，这个叫做分别。唔过一切法皆是因缘所生，共一体性的空性，这个叫做你开悟无生法，这个叫做得无分别地安呢。咱重要是要讲，但是你今仔无透过先有分别地，你袂当开悟迄个正无分别地安呢。咱重要是这个哈，爱注意哦。迄、那个叫做正不邪，一切法虽然伊有思想无同，譬如讲这个所在火有白相，这个叫做缘起相，安、啊、听无？是因缘所生相哦，但是伊内底有一个空相，迄、那个叫做正无分别地，重要是要这個，迄、那个叫做开悟无生法。学佛的人呐，唔知这条路吼，我可以讲学无物件，和你充其量做一挂善道。我讲善道，你知嘛？当然善道是比恶道较好啊。但是你感觉善道无好呢？
因为迄个天人吼，天人智慧拢直直迁过去，所以天人要往生的境界拢想要来人间呢。因为人间的智慧提升，譬如我咱直直听，直直智慧直直起来嘛。迄天人吼，用听经听听，免得再放到无半滴呢。但是咱可以当得一点啊呢。我讲你听好无？啊，你若要对度孤独，就无得啦吼。唔过含说话只有关系啊。说到这，有是计讲话，那是个催眠的嘛吼。讲催眠，你听好无？直直讲，你直爱困啊。迄是辩才问题啦吼。但是我今日会当讲了很生动的话，恁就未度过啊。啊，未度过，恁听下落。总讲，互你明仔载搁再未记一日，但是有哪会搁留一挂？不过天人拢无半滴哦。因为天人有心听色提烦，恁在迄个中天玉皇吼，讲经讲了，明仔载拢总再见去啊。拢总连老个一点都无，所以天人死去吼，拢对了这个三恶道哦。啊，所以因着求求讲，我呐往生伫天上往生哦，往生人间上好，因为人间有佛祖，吼、哦，将来佛拢伫人间生活，所以因拢希望讲会当遇到佛。所以即卖要甲咱讲着讲安尼，重要咱人生内底吼，拢无分别的，所以善也做，不善也做。唔过咱讲文佛的话，咱就有分别的。唔过你若入邪妄法哦，阿个较弱，听好无？所以咱讲入正法，或者真正地跟法师甲咱教，咱便有分别的。但分别的了，该行则行，该修则修，难行搁能行，难修能修，到尾你就正得无分别的安尼。迄、那个就是正得无生法境，迄、那个叫做思想是虽然有别体别相。不过有一个主体，吼、哦，山是固体，水是柔性的软体。不过山含水同体，迄、那个叫做无分别的。有讲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迄度分别咯。但是山水同一体，食物动物拢同一体，迄、那个就是开悟的，开悟无分别的，迄、那个较重要哈。所以这个就爱先有万里下间吼，啊，最首先就爱弃恶从善，一定爱安，因为你做恶业，对人间就留袂掉，要留在人间就留袂掉，做善业爱搁会当留在人间继续听经闻法。你若做恶业，对了三恶道，你就袂当听经闻法啦，安怎吼？所以你菩萨教众生目的是主要众生供养开发智慧，万里孤寂下间弃恶从善，以至将来正得究竟安乐安。究竟安乐是要甲讲，还是菩萨行啦？菩萨道的一种佛的果德啦哈。因地修行达到佛的果德，迄、那个叫做究竟安乐。安听吼，因为二性阿无达到这个水准哈，二性的这个阿罗汉甲辟丘无达到这个水准，所以这个进来这是甲咱写鸟巢神书啦哈。因为伊是因佛经的哈，这是佛教的诶基本哈，基本四句叫做讲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精进，是诸佛教。佛德吼，最首先吼，伫僧团内底，干那四句尔，迄个僧团真圆满，听好无？侬唔免定戒律，伊讲恁诸恶莫作，对人类有益个诶众善，恁好奉行，但是一定爱去净化心地，未使执着。唔通讲我今仔做一寡善事，啊，我得执着，安尼叫做自精进哈。一定袂使直接亲像金刚经讲，应无所住。听好无？金刚经就讲即句，应无所住，叫做二心即心，应无所住，行无布施。对吼？重要是安尼，即句话较重点哦。应无所住，袂使接。无论你对众生做偌尔大利益，你绝对唔通接，唔通亲像迄个牛母地吼，牛地达摩讲我去遐一佛寺，我偌济功德。但我讲，你无半点讲，迄是人天的福报尔。恁敢有听到这点讲？迄人天的福报啊，迄、那个含功德无相关咯。所以，迄个就是人天的福报。所以，咱今日会记真哈，唔但讲做一寡有益人类的代志，你得定记条条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所以，佛经较个另外一句话叫做“三轮退空”嘛，听好无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自见机义，是诸佛教佛得教咱家究竟的这三项代志。安尼了解吼，所以今仔日众生唔肯万里诸恶，这是一般的众生啊。但是咱注意会惊啦吼，我嘛真惊呢，因为我惊袂使唔对。
万一若是有小可唔对，我嘛爱忏悔，同意思，唔通唔对哈。但是一般的众生是唔肯啦，因为伊为着要得到某一项的目的吼，伊个甚物敢，甚物代志伊嘛敢做。现实的人是安尼哈，吼、哦，诽谤啦，有诶无啦，吼、哦，抹黑啦，吼、哦。所以今仔日咯，众生唔肯，我哩做依止伫众生中，而即个性净清净哦。因为性净啦清净，咱自然都无即个对待的即个苦果啦哈，就是清净众生。那么若无法度呢，难净涅槃得到究竟的快乐。迄、那个涅槃的不生不灭的意思哈，涅就不生，槃就不灭。你若是无弃恶众生的话啦，佮净化咱人的第八识的这业识邪恶种子哦，迄、那个叫做有漏哈。那么你就无可能证得涅槃究竟的快乐，因此三世一切佛，哈、哦，十方菩萨摩诃萨，他用着大慈悲心，哈、哦，含这个无碍的辩才善巧方便，来不断的努力教化、教化上、教化一切众生，哈、哦，哈、哦，和这个个终极究竟众生，才当得到解脱的安乐安呢。要注意这点。我即马阁讲者实在，因为无量无边恒河沙的无量识、无量劫吼，差不多在已经成就无量恒河沙、沙顶恒河、恒河沙所的佛尊啊。但是咱今仔开始那个轮回，想看卖，事实讲咱对诸佛哦有够不如的啦，唔是恁俩啦，我嘛是安尼啊，无我今仔开到阁大只，吼。但是无唔对，我即马是比大家加较较一步出来啦，这是无唔对啦。但是我都甲咱做讲过，唔是我安尼，我就较早成佛啦。恁若只今仔日吼，要阁会当较紧精进，恁会比我较早成佛就无得看。重要伫即个难修能修，难行能行哦，啊难忍能忍哈，即句话恁也知影哈，吼、哦，唔当讲听听，啊你有困难，你就感觉无未感觉诶，安尼佛法的重要。即马咱听经闻法了吼，啊，大家啥呢？中头前即句哈，难学能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再难行能行。搁在几点有着？我这个代志甲咱讲一个啦吼。譬如讲，咱八字唔八字，这另外一类事哦哈。那是孔夫子讲安尼啦，人灵十字，记得起。譬如讲，别人都听一项会晓，我听十遍；别人听十遍会晓，我听一百遍不要紧。哦，这就是难学能学。天气呐，一家人来讲是比较较无遐顺啦。南部是较温和，咱这是寒真寒嘛吼。落雨会结真哈，唔通讲落雨歹天你就无来，安尼唔对，安尼你学无物件。我落雨歹天，我一年365日，该然我啥物时阵到遐，我唔捌家注意耽误，所以咱大家会结真。无论透风落雨，外寒外热，你唔通欠息，因为你若欠息，会减学真济，减听真济。所以即句话就讲难学能学，安听吼？你阵唔捌字啦，我讲到遮白啊，应该你听有较对啦。敢听无？这真好个法护法呢，我讲应该恁大家听有。那么第二点，难修能修。反正你听听，你唔着知讲，今仔日在迄个个改吼，改定位的改吼，你无修袂使啊。可是你的环境就讲啊，真困难嘛吼。我先要修都无法度，但是我怎啊跟你讲？我当初吼，我17岁要受洗，我和阮老爸甲讲，讲甲去做兵，甲我讲袂着安尼。我是来讲啊，你要讲，反正你和你讲，和你讲，做你讲。但是我就天天要持斋受洗。
拢总甲讲要甲四年。所以你即卖了解吼，譬如讲环境上应该安怎修，唔过你今仔日咱拢大人啊，恁也无人管恁啊啦。结果是有时阵太太要修，翁甲糟蹋尔嘛吼。啊，翁要修，太太甲糟蹋，甲弄破碗碟啊，弄破鼎碗啊尔嘛吼。听无？唔过翁阿婆平定咧，该件应该修，来修，逆境难免，但是爱突破。听无？有的是。较顺啦，有诶较无法度，像下早起一个女将去咱工厂讲伊要出家，迄、那个前一年前就甲我讲要出家啊啦。讲你含恁翁沟通好势，开来出家免到时间到吼，恁翁要来市里找人，吼、哦、有诶足粗鲁啊，来遐找来遐骂啊，讲卖安尼吼，你甲恁翁沟通好势，伊讲都无法度咧，我甲伊沟通过一年啊，嘛无法度，伊讲无法度，你甲求菩萨，吼、哦。我唔敢甲讲八种步数啦哈，八种步数讲了到底我袂使钱啦。大家阿婆讲好就只能突破，所以迄个叫做难修灵修，听好无？因为一世人吼，遮济事要找一世人去出家哦。我跟你讲，若无一世出家累入烦哦，将来要出家因会真少。我过去嘛出家过来社区啊，我讲你真正我无甲你白扯咯。整个大陆的山河大地我拢打过啊，印度我嘛打过啊，听好无？唔是讲今日我有功能，会当功能过，我是无张伫学的有诶呢。这是有哪爱有长期诶善根来呢，含菩萨有缘呢，听无？所以恁若会当一时较紧带入去出家，白日较会当延续这福正，但是爱真心出家。迄、那个真心出家，就讲伫这个苦难中难修灵修。吼、哦，有诶咱出家无偌久，就搁反省嘛，迄嘛有啊。但这个就是你爱坚持，听无？但是即马阿未有想要出家，毋过阿个未引人咯。较紧礼佛忏悔，吼、哦，别者较无迄个业障定心安尼，吼、哦，重要是这个哈。那么第三第讲啥呢？难行能行，比如讲今仔日，即句难修能修哦，即句的主导。那么这难行能行，这个导他，安听好无？今仔日要行菩萨都无好行。我跟你讲，有些因缘被故障吼，到处人会糟蹋。有些讲经要让听，无人要听，因因缘无故障，法缘无讲，要讲让听，无人好，无人要听。搁再一句话，众生顽固，难调难服。恁怎有听到这上讲的？地藏经讲的啊，地藏菩萨伫地下大海几横起来，伊搁在报道啊，听无？该大道唔得起来，人间出事哦，还要搁造业搁再累啊。所以咱今仔三宝世界众生是难调难服啊！所以这个难行灵，讲你度众生是真歹行，听无？你要安怎？你嘛都爱做啊，无做袂使啊，无做你要固着将来迄个菩萨行要固着完满，你阁袂使咧。有个人有一点仔挫折，就讲啊好啊，无我修家己就好啊。我你讲袂使，因为佛道无准咱修家己尔。佛道是叫众生在。善知识的人，在正地爱一定要打入来加入。佛陀的精神，先说安怎，咱有哪爱安呢？所以咱今一定爱灵难修灵修，哈、哦。但是伫这个道众生难免有真侪挫折，往挫折怎样哈？误会啦，政府的问题啦，什么回来一大堆嘛？那么你要安怎？唯有忍耐，忍耐搁在忍耐安尼，顺他顺他，因为这个忍吼得顺他。一切环境的变化，有时气候变化，人生的这种可能是无常的问题变化，身躯艰苦。有时咱这个身躯未堪伤操劳嘛吼，伤操劳就变成会病嘛。会病你就讲啊，无我休息哦，归去到这为止哦。我你讲安尼就无对啊，迄大乘的精神就无安嘛。我你讲真疲劳呢，唔是咩呢？有阵透早吼困到八点未开呢。你敢知？办法会办了，明仔载要阁继续讲经。我你讲有够艰苦的艰苦。但你敢未使讲无呢？家家那是真正疲劳，加困一日安尼多。哈、哦，所以一定爱难忍哦。有足济磨难，你也难忍能忍。安尼开始促成未来，予咱完成佛道，而是一种折磨，等于磨练甲考验。我磨练考验你知影无？吼、哦，
因为忍得苦中苦，才会当成就人上人嘛。听好无？啊，你若讲一点仔功夫，你就提，你永远嘛，家己排伫你个尾班人。安、啊、听吼，你若会当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就讲忍出来。听好无？你看国父孙中山先生起革命十遍较成功，你看这款是不是咱忍能忍，咱行能行？所以这个道理，甲注意重新，咱大家个人为咱的目标实现就好多，所以必定要好好努力。好，弥勒尊好，哈，安怎样哈？